闪拍、欸，有推吗？哦，孔到了，我直接孔到了，nice， 因为关是没有鬼步跟闪现的，闪现直接硬捅，掉了一个领域捅起来，结果要帮到了，刚讲完立场定住之后，这边还在回血，这时候赵信拿下人头，下半部也开打，李然直接挂上，范想要来 A 出三环，这边的话反倒是打成了一个辅助的互换，但这样子的话是范的时间吗？哎，但有治愈，在小兵群里面开点，交了一个治愈，但是打中了秘术设计，最后互换补光，这是一则的 double kill， 两边是打成了互换，直接给孔到喽。熊跑出来上到了六等，这边是辛土拉上到了六等，但是一个苍冲裂隙，熊开始 AAA， 最后是由这个暗影破镜拿下了一下这一波，熊砍下来，吃到树精，他是闪现差一点点的，先抓茂凯，茂凯交了一个飞叶盾影，后面亮了一个 TP， 这边直接跳了一个大招进去，但被范直接三环射死了，致命节奏点满喽，超能解放，解放掉了伊泽瑞，球嘞，小龙兑换，不过又来了，又来啦，闪拍接个大，然后后面恐惧，灰色把人给推走了，这边好像活下来了吗？最后的一个 Q 技能，养饭战术，勾到，他上去照进来，日本圣芒往前一定计划好像解早了吗？哦，不过最后的话还是先把这个茂凯给击杀，不过两边又是打成了一个辅助互换，而且半块要射起来了。哇，他致命节奏叠满的瞬间，这里要一打一，但这个闪现的位置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最后的点点，维克特倒地，刚那一波的话。先来看一下这边恐惧闪绑绑住超能解放，哎呦这个盾差一点活下来，哦来喽，要来几次？但这一次来的是雷欧娜，定到恐到直接一个普攻当场带走吗？就是活了下来，辛朵拉残血逃脱，我就要杀辛朵拉，但是杀不到啊！开了一个惊人，一个暗影破镜盯上了对方的茂凯，但是远方的祝福直接刷死了麦克。哎呀，但范来啦！都好闲，准备要开设大杀特杀了，这个范不要那么急，对，不要那么急。这个直接跳进来了，但是预示者不见了，喂，很生气啊！我没有吃到预示者，那我要吃人。扁他，扁他，扁他！扁一扁之后发现不行，有一个鬼灵之握，握到后面两个，后面两个跟不上啊！还在扁呢、啊，还在扁呢、啊！这个球果打得漂亮，这边还有关，赶紧过来。往前的话是维克斯的暗夜破镜，我有做伤害，其实是有的哦。好疯哦，好疯哦，发疯了，发疯了！而且现在是从自己的被动，还有大招直接飞进来，拿下了 double kill。要开谁呢？我生气就开个大 ，all in 雷欧娜，雷欧娜赶紧 pop 自己的烈力冲击，接着的话继续进场，他直接秒杀，突然间野斧都没了，那变成是剑行熊队开始大杀追击。哎呦，还换掉一只。哦，这里想要硬开吗？闪现硬开，想要 all in 打野，打野赶紧招了一个星月无双，但侧边的话一个刷野并没有刷中。这侧边的话要属于范的时间了吗？在窄口范开始疯狂的输出，维克特先电死了雷欧娜，然后接着的话打野也是跟着死去，往前一推的话也是推到了对方的成员，接着一个能量守恒范，直接无人能挡。哇，假巴龙，假巴龙，哇，那个范刚两剑就杀一只哎，那是太简单了，那是随便杀，那这个巴龙再掉，水龙应该也要掉，那应该是稳到不行，没错。哎呦，这里。知道树精了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带带带带，为什么就被杀他？哇，这直接被冒牌打到，是死的特别凄惨了。这里又要硬抓了，受不了了。其实单位也过来，但没有伤害啊，不管了，我飞了。但这边有一个惊人，惊人起来之后，死亡的是维克斯，在一个飞叶盾影再拍回来一个盖火锅，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六百。为什么关要出魔法？他要出什么？开启。他是九百关要出什么？继续的飞身走向好像要单杀了，就说别回去，觉得真的非常不可思议，但应该是偏难吗？想要开剪抓的是范，范交的是一个闪现加进化全交了，看一下范会不会是范被秒掉了，但是这边还有维克特大哥的存在，要直接开店还行啊，维克特就够啦，交出了一个能量守恒，追击时间双重保险啊，他直接把阿雄也炸到半血了，关直接帮挡开了一个领域，日轮圣芒的晋级，接着的话来看一下双 C 的位置，看起来是没受太大威胁的吗？辅助先倒了，但维克特已经拿下了一个双杀，拿下了一个 triple kill。哎呀，没办法，结果最可怕的大魔王其实是维克特，太猛了。他感觉可以闪现过去，有没有去拿一个 penta 呢？但自己好像被秀了，交了一个惊人，队友都还在吃水龙，这边的话拿到一个水龙龙魂，就是打成了互换，在这边迂回，然后 poke 又。辛朵拉、维克特、茂凯，谁闪开？闪现硬开，进化直接交，然后阿雄融化。侧边的话是属于剑行熊的时间了。一个混沌风暴垫下去之后，关交出了自己的领域，然后领域出来之后，飞针走线也是赶紧交。不过侧边的话，一个辛朵拉推虚弱溃散，侧边的话维克特飞进去是只能换掉一个辅助，一个金的弹幕一刷。那我们恭喜剑行熊，
在比赛结束之前还可以在温泉前面嬉戏一下，再垫一下，再垫一下，把上一场比赛的怨气给发挥出来之后，准备要让剑行熊将比分带到的是一